一月潭伊达少雄款取用一月潭的水使用，不过居民烦恼潭水的石灰质过关，自行有讲处附近的山泉水饮用，造成明德街洞头墙被灌满水管，破坏雄款景观。为此，南投县议员卓庆良争取南投县政府的经费，委托溪堤乡公所施工，改善明德街洞头墙的情形。一月潭伊达少雄款的明德街。大约有100公尺的树面非常的杂乱，除了杂草、青枝、酸甜类，还有大大小小的水管，挂满规个洞头墙，非常的无雅观。自头来遮都拢总无水，啊，阮就去找水，啊，找泉水来。哦，迄算牵泉水来用啊咧，咱遮算无自来水就对啊。无啊。是有点凌乱啦，啊，就请有关单位整合所有的。民宿业者啦，或者是饭店业者，他可以一个共同的区域，共同的拉的管线跟路线，这样再分支出来会比较完整，比较好看一点。这样早期打扫地区无自来水，加上水质无好，部分的居民民宿业者唔敢饮用。南投县议员赵庆良争取县府的经费来改善。维持维持，海下水哦。嗯，啊，阮一定来拢吃，足济人富裕哦。哦。结石安尼哦，嘿，结石无好，啊，唔像拢大家咧，安尼望看望看，即若有一个人吼，甲阮调整无好安尼，唔免遐侪机啦，对，是啊，吼。哦。啊，所以大概几年前我已经有处理上半段那个大概不到50公尺的地方哈，那这边的话，因为要施作的话，就是也要把这个挡土墙再做。一个稍微翻修补墙哈，然后再做一个美化这样，那整个往后如果施工完成以后，应该可以让这一段街道哈变成比较等于是具有文化美化哈这样的一个效果。未来管护一套溪堤阳光所来施工。全民美化洞头墙的景观。那我们谢谢县政府，也谢谢我们石庆龙议员哦，帮我们争取绿美化的经费哦，将未来将这个水管以及整个壁面哈、哦、做绿美化的工程结合我们原住民文化的图腾哈、哦，在未来我们街道上的观光呢，相信加上这些绿美化的图腾之后呢，让更加观光更加带来更大的效益，让游客更加的满意。为了要提升就话他们观光旅游品质。这摆南投县议员赵庆良争取经费，美化明德街洞头墙面，并且兼顾传承少族原住民文化。记者范宏坤采访报道。